们五连拍好不好？五连拍，然后你们要观察哦，女大生，然后投票哦，好不好？一整组就是。来，第一张要要一。博仁有在摆吗？博仁有哈。有吗？观察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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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哎。怎么变哦？大家监督一下。仔仔，你太风骚了！一样的，对，算你狠。好，哎呀，阿超，来，好，永泽，好。另外这边博仁跟我们的 Wisdom， 博仁一直好像没有变过哈。博仁是颜面神经失调。好，三连拍。第三组里面 ，Catherine 谁最帅？第三组，仔仔。你干嘛问的态度？对，仔仔。好，四换，可以起来一点点，没关系，且可以离开各位。玩面舔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是 Man 的 Man。又是仔仔，是不是？黑色人都烧起来了吗？仔仔太帅了。最后一张，请换 pose。最后一张 ，Manda，Manda，Manda， 好，改走可爱路线。OK， 好，请写下你觉得最迷人的是谁？投票喽，我们这是第一阶段。这还要投吗？这那些仔仔吧。但是还是要。好 ，OK。对，仔仔。好，聚宝，你写的是谁？不是，我真的很纳闷，为什么他完全没换动作？他叫博仁哎，不是博廷，还写错了呢。博仁哎，好，仔仔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是我发现 Wisdom 也蛮高调的。Catherine， 你投 Wisdom 是因为？我觉得就如果不要加仔仔的话，就 Wisdom， 因为他蛮有那个 pose， 很有，他有 model 感觉，有，他的轮廓很深。同校，蕾说，因为同校一定要支持一下。我也是。好，第一阶段是仔仔获胜 ，Wisdom 第二名，恭喜。看来只要有仔仔加入评比，数位校草就无用武之地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只好请仔仔让贤退出喽。所以。